前两部有提交，就在台湾文学步道，台湾文学步道这附近的。这条路也是。那是田寮永永和宫的北营，从田寮永和宫的东营啊，属于江苏里面的。可以赏花，成功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长啊，做那个潜水已经文史学会，已经文史学会，还做这个台湾丝路工业创意，他今年南华大学到底有东西了，还有到红海到红内海这个优秀的。水田寮，这条路好像可以到那个羊槽厝了。羊槽厝，羊槽厝。
好，这边可以夜宿的。春天会更美哦。盐水一斤啊，盐水一斤哦，盐水一斤哦，文史学会。盐水月经的文史学会，然后要创办这个台湾丝路，好用心哦。你看还有餐厅呢，我们都来，我都参加活动来这边吃过饭呢，我都有来这边活动吃过饭呢。哦，好棒好棒哦。都有来这边吃过饭，我都有在那个餐厅，有在那个餐厅吃过饭。无烟丝路呢，不能抽烟的嘞，无烟丝路哈、哦，不能抽烟的。哦，跟尿壶里一样。天天我们这里不见啊，你看我那个天哦，好美好美，哦，能相机啊，好运做得很好。哎，晒翕哦，啊翕一个哦，啊这有在卖无？哦，谢谢谢谢，天聊天聊啦哈，啊餐聊掉啦哈，哦要在卖这个盆栽哦，注意哦哈，你天聊护理之家边啊俩啦，天聊护理之家旁边啊。都有念那个台南一中，后来做台南一中的校长，到台南一中。啊，翕一个啊，啊，翕一个哦，感恩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这会停车一尾，嘿嘿嘿，这会停车一了。我来翕相容易啊。啊，庙迄头只偌久？啊，迄个顶头偌久会来？哦，进二万一了，我就去大埔再来。哦，二万一个了呢？进二万一个了呢？哦，二万一了，去去去大埔去。哦，就干么呢啊？哎，我要来翕满，要来翕翕满有了呢，翕满有了，庆华宫。哦，赞赞赞，安尼好，干么呢？哦，安尼上介好，哦，感恩啊，我就是要去麻油寮。